想你20年前的女朋友，对吧？你试试跟她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就是，她又成了家，生了孩子，对，他永她远，妈可她翻篇了，对。早就翻篇了。你还觉得耿耿于怀的，或者说还觉得那个你做对了、做错了的那个人呢、啊，是20年前的那个时空。这个人呢、啊，你全身的细胞没过多久，早就换过一遍了。物质上，你这个不人是已你那经个人完了，全不是那个人，精神上其实也一样，不再是那个人了。这一点我就发现，有时候男人，有些人说男人吧，这个喜新厌旧，但是实际上，我反倒看到很多女性啊，她们是一次只爱一个人吧，但是真的翻篇了，她就真的进入了新的生活，他也不会去想吗？反倒是很多男人就会，哎，思男人就前是在想后。活在过去的。我觉得真的男人就你活也在是过，这样。是啊，觉很得多的对朋于，友跟我说啊，Michael，你活在过去的，你真的活在过去的，你怎么不往前看呢？很多的男的朋友也是这样的，都是活在过去的，真的觉得全部好的就是在过去，但是当下的时候他没有认为这个是好的。我们往回头看，不管是爱情还是任何经验什么的，我们看的就是那种黑白片换红的那些照片啊，你看那个时候有多好，但是拍照片的那一时刻那一天的。你可能是烦恼这个，不满意这个，还是觉得爱应该有更好的地方拍照？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女性可能有个误会，有时候会觉得爱情是女，就是是女性的全部。其实我觉得对所有女性来讲，她觉得爱情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当她的生活，她可以去追求新的生活的时候，她的爱情一定也会翻。就是说，其实那个真的不是全部。我其实就是我在思考我这个每10年干的事情。你总是不停地会问自己一个像跟口头禅一样的问题：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尼采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解我的困惑。他说：“人是什么？他说人是桥梁，人是桥梁，人不是那个目的地。”哎，我忽然就很，就是很豁然开朗。我这个服务型人格找到了我的终极意义，我就是桥梁啊。其实你活成什么样，你说秦始皇不是桥梁吗？他也只是一个桥梁。就是所有的人，可能你这一辈子，你说你想要这个要那个，你后悔，你做错了，做对了。没有意义，你的桥梁不断的在往前延伸而已，你都是为后来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人，甚至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在铺路。我有个哥们儿哈，他就是这个，凡是碰见朋友讲哪个哲学家是吧，最后他就问说这个哲学家最后是怎么死的？然后后尼来采是发疯死的，我知有一道。次有人说尼采，说他最后一天说尼采这高啊，他最后怎么死的？说是发疯了，说啊，对啊，对对对那对对，看看就得了，但是你不要理他活成什么样儿，他把他也变成了桥梁，我们自己可以读。就超人对，嘛，就超人嘛，就是你会考虑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话题吗？当然呢，当然会考虑，但是我觉得人越来越不考虑到这个，就是考虑自己的，我能拿到更多的粉丝吗？我能赚到比他更多的钱吗？如果我把这个放上去，自媒体是不是会更多的人崇拜我，还是喜欢我，还是什么这样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达不到你这个目的，你拿不到你想要的，你就觉得哎，生活真的没意义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就因为你只注意你自己的，多注意他人呢，你不用去找这个意义的，意义就会找，本来就是就像天空一样，你注意到你自己的这个云，这个灰黑的快要下雨的云，你肯定是没法注意到蓝，蓝本来就还在那儿。在隔离的时候，我觉得好是好呀，我一个人没有人会进来，但我的那个对于孤独感的，我觉得我到了一个边界的地方，是在于我忽然发现，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就是说，如果我的家人那个时候忽然进医院了，忽然有事情，我出不去。就我总觉得你有一种连接，你活在一种连接大里地面，感，啊，对对对，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跟我就很不自然。你比如说像我很多人自称，我也自称啊，有一种病叫社交恐惧症。要叫我说跟那种真正的社交恐惧症是不同的，就是你是可以社交的，有能力社交的，甚至你是有能力让这个举座皆欢、四座皆欢的，就大家都高兴的，但是呢。你就不舒服了，你所以更重要的对就吧？是问，要问自己为什么你不舒服了。因为自己清静一些。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是因为你怕你自己不够好，而且你害怕别人会发现到你有这个缺点了，你不认可你自己，是因为你怕万一他们就发现我没有那么幽默，我没有那么聪明，我没有读那么过的书，我没有那么独特的想法。
你就会开始怕。如果他们就发现啊，我今年比去年长胖了，就是各随便各种的问题，你会怕别人发现你有这个问题的。就而且这种怕可能还是你不自知你在怕什么，是吗？就是你怕你在别人的眼里不够好，就会慢慢的变成你自己看自己不够好。他是会对自我表现的这种打分儿。我倒不是这样，我说的再就是直接一些哈，说白了，我出去我还得穿衣服。你比如说，我刚才想到了，你刚才说吃饭，我想到了，哎、你可能是想躺着吃。不是，就是说咱这个要舒服，要舒服到什么程度？就舒服的我连到你们家里我还得穿双鞋，我还得对，有最基本的礼貌都是不舒服，你社会要求。所以相比之下，讲哎，很简单的性价比，快乐都快乐。在朋友家里也快乐，我自己在家也很快乐。差别是去朋友家里要穿衣服，在家里可以光，也不能光着。在家里就是可以不怎么穿衣服。衣服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对吧？对那么就选择很容易了。所以你看，咱们到无人区里边的一个感觉，实际啊是天地大，你才可以真的像庄子说的那样啊，就是。天当房，地当炕啊！但是庄子原话不是这么说啊，天当房，地当炕，然后简直就可以裸行，对吧？可以这个裸行于世，在这儿啊，找到了最大的自己，你可以舒展到最大的一个你自己。如果不是你们，因为你们俩还在这儿，我可以更大。下一个节目就是《锵锵一人罗》，《锵锵一人罗》，他就叫小罗。往那个上面走，好，就这片很好看。涛哥，你可以坐下来，坐下来。哎，这样。你能调到涛哥那个吗？调到那个牛刚刚在看我。好。行吗？你不吃就这样。哥，这个没有满，你们没有马凳。好，从那个方向把牛赶着走。就刚回家了吗？这个在中国西北找到了美国西部牛仔的感觉。我自己骑，我想去那边，可以吗？你的马好棒啊！我想要罗朗的那匹马。我这属羊的，我得跟我们家人合合影啊！哎，别躲呀，别躲呀，还不是外人。好漂亮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我的耳鸣的声音。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如果不说话，静一会儿，自己就没了。我去找罗朗换马去。他说后面他踢。对，帮你拿，我帮你拿。你别拉我，你别拉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好的。他踢过，他踢过。嗯，放心，他放心，他踢过。哎，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嘛。嘿，这边，来，接你。让他上，没，我上了啊！你抓，这手抓，抓在这里啊！对，用你一个手放进去。好 ，one two three， 呀！哎呀，你拉紧它就停，你松它就跑啊！夹紧马肚子，就右手的那个别松了啊！啊，就不用拉得很紧，就是你抓好了就可以了。对，来来，哎，好棒！刚才怎么样？骑的什么感觉？就是这有，因为平时你就会有两个绳子，因为马就不懂你说什么，你就是把这个拉的，那个也拉，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走的。哦，对，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这个就是这样抓着的。OK。然后如果你摔了，这个东西放手，你摔了。对，所以我就会拉着这个。你就会拉着这个东西，这个跑不了，要不然你摔了在这儿猫跑到那边，你抓不回来了。你用这个来。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OK。一二三，嘿，哎，比武杀，五十，肯定五十，哎，比武杀，五十，五十，哎，比武杀，
他生怕不给他钱。对对对，肯是五十，对。啊，没关系，就这儿吧，走吧。嗨，太好了，走。待会儿我过去看看，这拍到那边有背景的啊。可以。他说待会儿过去那边的时候，尽量可以让马踏那个水会好。不行，你踏的水它陷进去了，那得沼泽了。哦。可以骑你这个吗？可以。我刚想说，你是不是不会又想骑人家摩托车了吧？你，要不你带着我。带着你啊，好不好？哦，真的跑了。啊，走。我转，我要抓着你吗？好，我抓着你。OK。这样下去行吗？直的。啊，不行。太好玩了。摩托车，哎。怎么样？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会骑马的。别吹呀、啊！哎呀，心旷神怡呀、啊！好家伙！一句话就是我来，我看，我征服，我征服了。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I see, I come, I 什么 ？Conquer. I conquer. 嗯。亚历山大又不说英文。亚历山大，咱们是亚历山大。现在不，我刚吃了个巧克力，你饿了 ？I'm always hungry. Fat people always hungry. 对，其实你是不瘦，我以为你挺瘦的。不是。OK， 那这马呢？我帮你拿。骑马的。一分钟。你这个人。骑马的都拍够了，他喜欢骑马。哎，颠的颠的，我觉得头疼好点。谢谢。真的。嗯，我骑过马，我骑专门的赛马。哎呀，我好想让马跑一跑。一个个都是这种没见过世面。你骑的时间最长好不好？那说什么呀？他们让我骑的，他无所谓的，他们让我骑的，他们要拍各种各样镜头，你以为呢？你们都是小孩儿，我跟你们一般见识，真是。哎，罗老站在这边，站在这边。哎，亚历山大的后面。也不是。对对对。不是三个不同的方向，你们是亚历山大的这个三个将军。随便一点，就可以敞着兜啊，什么都行。他往这边是吧？哎，对对对。那我呢？他在那边啊。我这边，罗朗呢？罗朗那边。罗朗看一下那个方向，对，咱们三个不同方向啊。真的，这儿不是有点头疼，我跟你说挺好的。疼着疼着就好了。够给面子，够给够给面子，够给面子了。好，不说话的再来一点。刚才我们俩说，他说他到内蒙，他见到那个内蒙的人招呼他，他就觉得有回到家的感觉。我说你看，就是说你找朋友，你想找理解你的人哈，但实际你比如说一个牧民，他欢迎你，他不需要理不理解你啊，
他不需要理不理解你，他就是喜欢你。欢迎一次或者是待几天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和人在一起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客人像鱼，三天就臭了，是吗？其实真的是像我前一段时间也认识一个女孩，也挺喜欢我，长得挺漂亮，她职业上的很优秀的，但是她一直向我学习的，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我，她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什么这些东西，对她很有好处的，但是我觉得在她的身上我学到任何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当一个人的爸爸，还是一个人的老师，一个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你要这种关系，你就去找一个师傅，你去摆一个师傅，还是你去上课，还是你去图书馆什么这样的。其实互相都应该觉得对方对你有挑战，健康的挑战，好的挑战。你知道女孩子是一直会成长的，男人呢有时候反而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我说一个人， 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我举个例子，如假设你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之后，可能很快的，因为她你们解除了这种她永远向你学习这种不平等关系以后，她会发现，哎，其实浪浪也就这样嘛。肯定，我刚才说了，我说的就现在你觉得挺新鲜的，就是每天每一次说话，你就可以，哦，这个我从来没想过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很，可能就是厌恶的，你就会很讨厌的。差距太大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也总可能就是说，然后他忽然发现说，哎呀，没什么了不起，来，我来给你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我有一些我的看法，他可能慢慢会表达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要的是咱们所说的天作之合，就是理想。你知道两个人哎，同等智力吧，或者同等的这个境界吧，这个挑战，你知道为什么要天作之合啊？因为哪怕同等，挑战更高概率变成大战，更高竞争对手的变成决战。你知道，就是又能够是互为挑战，互相激发，但是两个人还琴瑟和鸣，我们就觉得。哎呀，他有快感，他能合拍。你这个，反正我这一旁边，我这边没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我的对象比我赚的钱，我就会很开心的。你看我的太太，我的女朋友多牛，我都会很开心的。他不开心。如果他比，也许如果他比我懂得多，我会更开心的。所以说有问题就可以咨询他了。所以你也想找个老师？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完全要靠另外一个人。他希望的就是既是长久的稳定的静态的，但又是这个日日就合拍的，有挑战的，互相学习的，互相敬佩的，互相营养的，又是动态的。你说，我说是你这样的是不是难？你非常的 难，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当时你像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爱情关系是什么？那就是找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你后来发现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发现就是确实是生活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你就是要找一个真的能跟你沟通的，了解你，然后你每一层你再加上一个要求，就是你的选择会越来越少。现在我觉得就是现在我的要求可能是地球上只有三个人可以配我的。三个人你还不一定碰得上。对，你都不知道那三个人在哪里。我就是说天作之合嘛。刚才我们俩聊就说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就是等于说啊，就照咱们话讲心心相印啊，互相完全知根知底儿，没有互相欺骗的成分，但是又彼此完全接纳，甚至是完全认同，又能够，我说有。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苦恼就是我过去常跟义军说的，佛教里有一个地藏王菩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很苦恼？地藏王菩萨的一个答案对我很震动。他说，因为叫难言菩提众生，就是他指的就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你们这个世界，你们这个物种的人有一个特点，刚强难调，性时无定。嗯，性时无定。我觉得。就是你看性时无定，就是你的性情啊，你的认识总在改变。比如说你跟一个女性有没有那种时刻，可以有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变了，人这个变呢，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可怕。有的时候是你变了，他变，总会就人总在变。一个小时以前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你都变了，
这个事情怎么办？最苦恼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对变的这个理解度的，有比较，就是表面上的，也有很深的。其实我记得几年前我读了一篇文章，一个女人她就说，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哎，怎么说这个中文？就是一个soul mate。哦、yeah, 灵魂伴侣，对，我给他翻译的中文叫寿眉。寿眉的感觉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也什么都不用做，就是 很舒服的，很自由的，很自然的在一起，一直都很快乐。你想找一个灵魂伴侣？不是，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他就说了，我知道我先生不是我的寿眉，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承诺，每天早上我起来我还是要宣导他，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重复宣导他、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不是说我选择你一次然后我以后都不用管他、嗯、你的头发剪了一次以后不用做吗？你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第二天不用刷吗？你必须得反复来做这个事情，就像养一个动物，就像照顾一棵树，每天承诺一次啊，昨天是昨天的，这样今天的我不同意，昨天的不能算数，好累啊，所以我就说罗兰累不累，很累，这个是我父母也说的，这简直像我高中会读的东西而已、嗯、就是太累了，太，我觉得很，我说句坦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谁告诉你爱情关系还是 一辈子的陪伴不累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嗯、咱们中国人都爱怎么样，你自己有什么感觉？人就说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雪菜吗？那你为什么要说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呢？为什么不说我认为其实如相随俗的但是我想说在中国实际上你看现在什么脱口秀啊，什么比赛啦、啊、什么这个乐队夏天，最后大家喜欢的还就是那些有个性的，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他觉得这个人是更真的更接地气，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个性，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的个性就容易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也有些人的个性是不被大多数人喜欢，有，但是这样的人更有意思。有些人呢、啊、我觉得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就是说随千万人吾往矣，就像我们鲁迅，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你说的这些脱口秀这些什么，这种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他的个性得到了，或者说他表演出来的个性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还有一种个性是观众不喜爱，所以都很难作为谋生的工具，但是可以作为你做人的坚持。一二三，哎，一，哎，哦，我的孩子，哎，看到没有？和尚在那坐着呢。哦。这个双曼我发现是个小文青，人做了很久了吧，他就很多，他想的很浪漫，你知道什么东西？我是让他拍一下这画，他就把设计成，他说让他一个人别回头看，我这样跟他见面。我这个小文青，我发哎，他们可以美化生活，对吗？对吗？一句真的很漂亮，倒是这个景真的很漂亮。那我们也得搞一个浪漫的，就是那种慢动作。别冲下去。阿卡你好志华阿卡你好你平常老在这儿待着吗？嗯，对对对。哦，我们这起伏的地方嘛，就是青海湖起伏的地方，起伏的地方、嗯、本来是我们这个青海湖这里57年以前在水在以前水都到这里、都点这里、哦、然后57年60年就是这个下降3公里，我08年的时候就会涨到会浮这里了。这是你的僧舍吗？对对对。啊、哦、他住的地方，哎，看这是厨房、啊、这环境挺好嘛。啊，哎呦这个马在湿地上那个投影啊，那些杂志封面都是在这儿拍的，我跟你说太漂亮了，这儿随便一拍就是杂志封面。我的娘啊，真是令人陶醉啊。哈，我们能上炕吗？能脱了鞋上炕吗？可以、啊、这个是你吧？是你吗？啊，对，那个我是谁给你画的？一个朋友画的。好那个朋友他没见过我，但是我做这个环保的事他特别喜欢，他自己提前看我照片画了一张图、哦、然后过来他我们见面的时候给我礼物。你觉得像不像你？像，神似是吧？特别特别像。他
它这个鸟类是一个季节有一个鸟，一个季节有一个鸟。三月底黑金河飞过来，九月底飞过来，嗯，就这样。这是什么？这是鸟巢。鸟巢是这个样子的。对，我这个我们家过的。我就主花，十五岁的时候出家来噶拉寺院，2006年练七年的时候就注意这个黑金河。好，走，这太阳太厉害了。黑金河每年都来我们寺院的这个清湖的这边嘛，当时我看着他们也有没有一个困难的地方，我看到的他的巢方面就是很多有困难，那个巢每年都淹没，这个事情我就帮忙。一个老鸟巢加过的，这你做的？对，我做的，这个人工巢，每年水涨得特别厉害，暴雨也这样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淹没的事情发生特别多，这样冲下去，已经冲了这个。秋天到了嘛，他的两个小孩不见，那个小鸟不见了，咋回事？狐狸吃了吗？还是狗吃了吗？第二年又我就看了，还是不见小鸟，两个小鸟不见，有什么情况还是不清楚。第三年过来的时候，我就注意了。今天就是刚我看到了那个巢好好的嘛，对吧？今天晚上下雨了，对吧？明天我早上看没有那个蛋了，它突然涨水，突然淹没，创造。怎么？我就想自己想办法。在第二天我们就这样。哦，是你们，然后你就给他做巢。对，做巢。是用他的那个巢。对对对。然后你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固定。哦。加固，就这个地方。是鸟儿和他们共同完成的。哦。嘿。他们来了。黑颈鹤吗？黑颈鹤。他就觉得你做的不错，他就。他就直接搬进来。对。拎包入住。他的蛋孵不开的那种情况，他一个孵开来了，他一个没孵，他这个蛋一个蛋没开，他时间到了，蛋这个特别干了，然后他自己的力气都打不开，他的妈妈也就是，你看，打了一个洞。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帮他就这个那个蛋打开了，开了以后就他出来。他们会知道，他们会认识你吗？会知道是认认识，现在是现在真的认识。以前不是那种，以前是我们加过的时候，他的表现是特别有点恐怖。你刚来这是干嘛来的？就是骚扰他，骚扰我们就是干嘛的？还有他们过来就是飞过来，会攻击你。对对，攻击你那样的有点。现在去的时候，现在去他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管。哦，你过来了吗？我知道你给我帮忙的。谢谢你啊，你去做，我这个地方我不占你呢，行，你去做吧，这样子，真的这混熟了，对，混熟了，真的这样的。这小心点啊，啪啪啪。那你要说做人工的鸟巢，你是模仿它，就能见到那个支架那个结构吗？不没有，我就那个做法是特别简单。特别环保，就那样的。怎么做？就是房子店面，就是垫的那种，那个草绢。草垫子。草垫子，对对对对，草垫子。草垫子，它三卷就一起绑在一起，就那种的，多铺一点，然后那个草绢就一块这样围起来，然后就围起来然后中间要垫那个草，垫点东西，对对东西，然后就已经好了嘛。然后就在地下的这个，水草。它已经那个包好，如果是污染的，这个，你看这是什么？我这个就是那个专用的这个材料是这个哦，那个这么风都吹了，吹不走它，风也吹不走，吹不走。这个就是放在那个对，但这个黑金河自然的做的时候也，就这个它就会用这个东西。黑金河自己也用这个，自己找的地，它自己环境找的就这个地方的，然后这个干了以后，你看。这个温度也特别好，就是那个小点保温，保温特别好。哎呀，我要是鸟，我也愿意在这儿窝着。就是这个水